你先别开门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我们之间先求婚的是我，拿话逼婚的也是我，新婚第一天让你难堪的也是我。总之，我这个人自私自利、拜金虚荣的本性已经实锤，没得洗了。一会儿说不定还要再加上不要脸和强词夺理。哎，我还是想说，结婚我是第一次，你能不能看在我是新手上路的份上，先扣分，别急着取消我的执照。你看婚姻法还给了我们两个月的冷静期呢，而且我这个人也不是没有优点，比如我的芝麻信用是满分，我在银行的信誉也很经得起查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能不能考虑再相信我一次？我可以用我的信誉值担保，我在冷静期内会改掉所有的坏毛病。我想试试不为别人而结的结婚。南城黄金交易所的价格才380，你就算狮子大开口也打听一下行情吧。不愿意的话，你可以离开了。这个钱还给陈连枝，再麻烦你转告他，我这么做不是同情他，而是我根本就看不起他。你愿意的话，我们结婚吧。以后我负责柴米油盐，你继续上学喝茶。为什么要改？这样挺好的，刚刚好。